配置，但其实在第一阶段的分享里面有讲到客厅要做什么风格，然后是变成是我们要做。早上好，老板，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今天是礼拜六，那我们现在会在这边，是因为待会下午2点，我们有一个小平数客变设计分享会。他为什么会办这个活动？这是我们受到晋商的邀请，那特别请设计公司过来跟大家分享客变的流程，要注意的这个实务经验。那我们也在里面准备了很多，包括了建材啊、设备以及各项设计空间收纳的小诀窍。所以这个活动是专门帮需要客变的人。对啊。因为就是我们这次大概会有接近快100人，那我们预计要准备客变的客户，那我们来给他先做一个实务上的分享。毕竟我们服务到非常多的客户，我们很知道每一个客户他在客变的时候最关心最在意的是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可以先提出来让大家知道。所以听完这个演讲会大概知道怎么客变就做了。当然啦，我们会把整个客变的流程跟注意事项都讲得很清楚。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不然我们要下一卡了。有啊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很闲情逸致？就是忙碌的前戏啊。前戏。对啊。可是你今天穿得很帅。嗯？你今天穿得好像蛮帅的。好啊。稍微。还好吧。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我自己哦，我是那你帮我介绍我自己好了。哦，你是设计师。快点啦！我要怎么介绍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你要我介绍的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说一下你今天在干嘛？我今天当脸教。你怎么跟一话说一模一样的、啊？老板，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了？我们把活动流程全部都核对完成啦。有顺利吗？很顺利。我现在就是在做最后的确认，把场地布置好，然后等一下即将开始。所以今天预估大概有多少人？我其实蛮意外的，我们差不多看到报名就已经150个人。那今天虽然下雨，我想可能会有一点点少一点点，但是应该还有个120、130都没有问题。其实这个场地基本上就是完全爆满的状态。下一次再办的话，我会找200人的场地。200人场地可以啦，我有信心。这次要先顺利，你才能再找200人。很顺利啊，我们这次可以这么坚强。我是找那么多很好的一个很强的设计师团队一起来跟大家介绍，就不会有问题的。等一下要开始了，你紧张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一开始很紧张，现在已经觉得很自在。希望能够让大家这个来参加这次活动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很多的收获。对，好。那这时候现在这个装修的市场还是很蓬勃的。问你说要开始了，会紧张吗？莎莎怎么可能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，真的吗？超没用，就是这种事。喝两杯压下去那样。他这样可能会带一杯来了。好好喝，放心吧，你没有办法，好吧？然后大家都有机会才能接触到这个室内设计。这张平面图，它其实容纳了所有，工艺设计策划哥的礼物。是，先谢谢设计老师的建议。我们有几个问题，通过讨论之后，会先跟长辈沟通，然后再与设计师。那进一步约时间，我们可以来做讨论。然后也谢谢设计老师给了一些建议，这样。我们很高兴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，可以给我们意见，我们到时候会在我们的频道上面看到。要帮我们按赞订阅。好，就是当那个老师就是按赞订阅分享，直接
YT 跟 LINE 这样。哎，这是行家，都念得那么顺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就是比赞。设计分享会，任务成功，赞。